两多年来，各地嘅农会都促进自家推动农业转型，从海南头五七向农会对一百空上面出产的营业摊风采进行整体过后，尽快发新嘅商品，从海饼、汤圆、韩国冰淇淋俩豆，其中冰淇淋嘅市场反应非常嘅好，动手分享，还拿下后生嘅消费族群来接触推翻嘅产品产业。四号冰淇淋，贵州的都是茶心的香味，也是用年叶糖提茶十八号凤肉凤茶泡出来的凉茶来做杯二胎绿色冰淇淋，更调整皮肤，增味暗香。它的冰淇淋制程比我们一般的冰淇淋更繁琐，那材料用的也更好，但是它所表现出来的茶叶的香味特色也更加的明显。那条叶五次香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品种，总共差不多600公顷的年叶糖凤茶，主要的品种有阿萨姆、凤肉、凤韵凤茶。农会也多年来各处建地推动农业转型，除了尽快发将的冰淇淋同的客家饼的一道茶制品，还将的日本本国有名的设计公司来设计凤茶精品礼盒，我也得产品韩国景致。农产品的行销哈，应该要做这种有故事、有情节，茶本身要有吸引人的味道，还有包装要引人入胜。年叶糖的凤茶算是太叶种个个太叶树的，果唔惊偏虫害，唔是杀安多农药。农会每条过同农会合作的计划，跟凤茶做多种精品用的，我也得台湾米、杭香果汁。下个新闻，范公义、陈心怡特别报道。